抓住他。为什么要抓我？哎呦，你们两个蛋仔想干嘛？帮我们劈神秘大盲盒。给你。我看看，蛋仔派对盲盒，线索是甜蜜蜜。甜蜜蜜，糖果、雪糕、蛋糕。就知道是。开箱。红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还发现有表情，拼起来他笑得好开心啊。线索是甜蜜蜜、红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还有个笑脸，他是蛋仔派对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发现这个蛋仔没有脚，而且他背后好像有个红披风。这就不好猜了，这两边把他手臂拼出来。这是什么啊？看不出来。花园小丑，你串台了。露雷这技能太帅了。那当然。赶走了花园小丑，然后把手臂拼出来。组装上了手臂，他好像蛋仔派对里面新出的皮肤雪王。我记得雪王蛋仔他也有红色披风，那就没错了。我觉得有 95% 的几率就是雪王蛋仔。我还没有雪王蛋仔的皮肤呢，你们有没有啊？现在把他皇冠拼出来，你看，这是他红色披风，正面把他表情也贴上去。你喜欢蛋仔派对里面的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啊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。后面不断更新蛋仔派对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哇！雪王蛋仔组装完成。雪王，你好呀！我听说你们家很多雪糕吃。是的，我请你们吃雪糕，还有圣代。可乐哥哥，你去哪？好啊，我去拿雪糕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